口长庚医院的质子及放射治疗中心启用，是全台第一家可提供360度全方向角度照射的质子治疗医院。继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后，台湾成为第四个亚洲有质子治疗的国家。质子治疗是一种放射治疗，医疗人员根据癌细胞位置与深度，算好要传递的距离与强度，利用回旋加速器等设备，让质子具有打击癌细胞的正确能量，持续将质子发送到癌细胞位置，每天进行放射治疗，一步步破坏癌细胞，最后凋零。质子治疗最大优点是，在经过癌细胞前方时，对正常细胞伤害比传统放射治疗方式少1/3到1/4。当质子传递的能量到达癌细胞位置时，能量会瞬间爆发，对癌细胞后方组织没有伤害。传统高能量 X 光治疗，若以单一方向照射，在癌细胞前方的正常细胞受到的伤害比癌细胞还大，且穿透能力强，癌细胞后方正常细胞也会受到伤害。质子治疗因为对正常组织细胞的伤害较少，比起传统放射性治疗，会出现如恶心、胃口不佳等副作用也会减少。但质子治疗不适合已经扩散或转移的癌症。